只是觀塘繞道啊！現在夜晚11點左右，超級塞車啊！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？剛剛見到好像有輛拖車來到啊，黃色閃閃下那個呢，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交通意外呢？希望人無事啦。车辛辛苦苦终于去到前面了，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呢？离远见到有警车闪闪下，近少少再望下什么事先。好了，近少少了，但是还没见到发生什么事。再前少少，再拍多次先。zoom 埋去睇下先，係乜都睇唔到嘅。好啦，呢度咧就再近啲啦。開始見到有，唔知係咪警車嚟嘅咧，閃閃下。所以这里就塞到死神了。